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法师功德品，也就是说到六根清净。上次讲到眼根讲完之后，耳根讲到种种声当中，上次讲到三恶道的地狱声、畜生声。经文在第358页，358页第三行。上次讲到地狱声、畜生声，就是说得到耳根清净的人，他的耳根就在这人间，父母所生的耳根也能听到三恶道里面所有的声音。恶鬼就是恶鬼道，恶鬼道里的声音啊，就是饥渴痛苦的那种声音照样都能听到。那么然后说的是比丘声、比丘尼声，这是佛弟子出家众、出家二众的声音。声闻声、比支佛声、菩萨声、佛声，这是出世间四圣圣者的声音。声闻就是依四谛法去修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最高的果位阿罗汉啊，断三界论的见思惑，这种圣者的声音也包含这个初二三国在里面。总之一生闻圣修行的人的这个生闻圣的所有的根性的人，在用功修行的声音他都能够听到。比支佛就是圆觉，圆觉的果位就是比支佛，声音照样能够听到，它是依十二因缘修行的。如果是处在无佛之世，就是看到世间的无常变化而自己觉悟，证到比支佛国。菩萨就大圣菩萨道，从初发心的菩萨，一直到经过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觉，这51个阶位的菩萨的声音都能听到。佛声，这佛国究竟佛国的声音照样也能听到。那么上面是随便呢列出一些众生的各种声音，从六凡法界到出世间的四圣法界、十法界声都能听到，依报正报所有声音都能听到。这是得到耳根清净的人，前面的无眼，这里也就是所谓无耳，这就是耳根清净能够听到这些各种的声音。下面总结说，以要眼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内外所有诸生，虽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净常耳，皆系闻之。要就是总要，总耳及其要来加以说明。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一切声音，内大千界内，外就是这个大千之外其他的世界所有的声音，
照样都能听到。嗯，那么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天耳通，是普通一般凡夫的肉耳，可是由这个父母所生的耳根，由修行得到耳根清净了，就是清净的平常的耳根，就具备上面无耳的声音，所以种种声音皆是闻之，通通都能听到而了之各种声音的一言道理。柔是分别种种音声而不坏耳根，纵然能够对于上面各种音声都能分别都能了解，可是对于耳根不会有所损坏啊。那么这就显示他耳根清净的慎用。上面是长文，后边是把长文再用句诵啊重说一遍。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句言，父母所生儿清净无主威，世间父母所生的耳根，修行得到清净了，就不会受这个世间的恶主物味所污染。于此长耳闻三千世界上，这个普通一般肉耳的长耳就能听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声音。那么什么声音呢？下面就是列出一部分的这各种声音来。象、马、车、牛声，这是动物交通工具等声音。钟、铃、锣、鼓声，这是乐器出的声音，这乐器的名字啊都可以知道的。琴、戏、箜篌声，这也是乐器的声音。琴，古代的琴啊，五弦或者是七弦，琴是配合戏来造乐的，戏也是古乐之一，它有50弦，50条线，因为太繁多了，后来去掉一半了，就是用25条弦的这个做的戏。琴戏是互相配合起来伴奏的啊，那么因此世间这个在一般伦常上，如果夫妇这个唱活呀，就叫做琴戏调活，那么就是以琴戏的音乐啊来比方世间夫妇的这个和合的情况。那么这个是即我们中国古代的乐器琴与戏出的声音，这随便呢顺我们中国的习惯，有这个乐器就挤出这个名相来。箜篌以前说过的，有些地方啊只写这个虚空的空，姓侯人的侯，没有主字啊，那么后来加上这个主字，表示这是乐器用这个竹子去做的啊，这也是一种古乐。据说汉朝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音乐家姓侯，叫做侯调啊，那个韵调的调了啊，侯调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汉武帝时代的乐官啊，专门研究音乐的啊。那么他仿照西乐的一种乐器啊，做出这种箜篌的音乐啊，那么造出来的声音呢有空空的声音，所以称它叫做箜篌，这也是一种乐器。据说这种乐器啊比那个戏前面的琴戏的戏啊稍微小一点，也是25弦。那么这都是乐器的声音。箫、笛之音声，这个可以知道的，箫有直的有横的，笛子就是这个比较声音比较响亮的，是直吹的这个笛子啊。清净好歌声，前面是乐器的声音，这是说人唱出来的歌声啊，很清净柔雅而很好的歌声啊，听之而不着，这个比较难了，
我们声音照样可以听到，可是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等，不被它所转，不起分别而不执着，这很难。嗯，所以这个听种种声音、种种乐器的声音，而不被所转，不执着。嗯，纵然听到了寥寥分明，很清楚，可是他不执着。我们普通一般人，假如你学过音乐啊，听到这个乐声，假如你学过的，你懂的，一听到这个乐声啊，你的心马上就跑到那边去了，而且随时就起分别，啊，唱得好不好，啊，对不对？那么你学的是如何？举个例子说，我14岁学过八音，就是这个中乐了，中乐的八音呢，我都学过，所以现在凡是听到这个古乐、中乐的八音的声音，我一听到马上就知道，啊，那么心里马上就起分别了，哎，这个敲的好不好，照的好不好，什么地方对不对，马上就起分别，啊，这就是执着，听到了就起分别，起分别就是一种执着。这个人他得到耳根清净啊，纵然听了他不起分别，不起分别就不会执着啊。好像长江水流一样啊，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他不会生起执着啊。无数种人生闻性能结了，世界上很多很多人的声音同时在讲话，他通通都能听到，而且了了明白，知道他讲的什么。我们现在如果人多一点呢，讲的话彼此讲哇啦哇啦讲的这个很乱了，那么讲的什么话也听不清楚了，可是他这个耳根很利啊，因为他有这个清净耳根呢，不管你多少人在讲的话啊，他都能够分别清楚，都能了解，而又是不着啊。又闻诸天声，天上的天人所出的声音也能听得了解，这是天耳了。微妙之歌音，天上天人所有的歌声他照样能够听到。即闻男女声啊，无论是天上人间男的女的啊，遇见天上的天人照样有男女啊，所出的构成音声他都能够知道，都能分辨。童子童女声，就是这个小孩子呢啊，小孩子无论男女出的声音他都能够听到。上面都是友情的声音，山川险谷中，上面是讲的人道众生，下面说是畜生道众生。嘉陵频切声，嘉陵频切鸟的名字啊，嘉陵频切就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妙声，微妙的声音。因为这种鸟据说呀，它还没有出蛋壳，要出来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是很响亮啊，那么因此比佛说法的声音呢，常常拿这个嘉陵频切的声音来比佛说法的声音，所以楞严经说嘉陵仙音遍十方界啊，嘉陵是嘉陵频切，那么当然说嘉陵频切比佛的声音还不够，加一个仙啊，加一个仙人的声音配合起来啊，还是没有办法表达佛的声音，只是以这个声音来比佛啊，最殊胜。命命等诸鸟，命命就是共命鸟啦，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共命之鸟啊。什么叫做共命之鸟啊？这种鸟很奇怪的，共一个身体，两个头，身体是共一个，它头是两个，头两个，共一个抱体呀、啊。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这一个身体里面两个头，就是两个姿势，两个势，就是两只鸟共一个身体有两个头，所以叫做共命之鸟，共一个身体共一个生命啊、所以叫做命命。那么阿弥陀经就叫做共命之鸟啊、等者等于其他各种的鸟了，百合孔雀啊、鹦鹉舍利，所有的鸟通通包含在里面。细闻其音声，这些鸟的声音通通都能听到。地狱众苦声，地狱道的众生出的声音都是慨叹啦、痛苦啊、吼叫的声音啊、都能听到，所以叫做种种苦毒声，
苦楚，楚是苦啊，毒就是毒害啊，受伤害啊、那种的痛苦的声音表达出来，他都能够闻到。恶鬼即刻破，即刻破，求色饮食声。恶鬼就是鬼道的众生之一啦。本来鬼道啊，它有36部，还有九品的分别啊。那么有财是多财、少财、无财啊。那么这个鬼道众生种类很多，36类当中，恶鬼只是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啊。那么这种鬼啊，它没有东西吃，一天到晚啊肚子很饿啊，所以称它叫做恶鬼。例如一般这个做中原啊，这个浇面大师啊、那个浇面大师的那个样子啊，就是恶鬼的样子，真猴骨夫，他这个肚子很大，好像大骨一样，而喉咙很小啊、那么要吃东西咽下去的那个喉咙啊，食道好像那个针，好像的我们做衣服的针那么小。所以看到东西很想吃，肚子很饿，可吃不下去，所以他这个饥火燃烧，肚子里面饿的这个发出火来了，吃的东西到他嘴里啊都被火烧焦了，所以就是饿鬼。因为这个饥又渴，没有水喝，看到水都变成火，不能吃，逼迫的他非常的痛苦啊，求受饮食声，他要求饮食，求不到，得不到。那么那种痛苦的声音，有一部经叫做《鬼问木莲经》，就是鬼问这个木莲尊者，因为木莲是神通第一啊，木建莲，木建莲的神通第一，他有一天他到王舍城要去托钵，进城门的时候啊，城门边看到一个小恶鬼啊。那么在城门边呢，很痛苦的在哪等候。那么木莲尊者他是神通第一啦，那么以他天眼看到这个恶鬼子啊，这个城门边，那么木建莲就是用他的神通问这个恶鬼子，他说你在这里等谁呀？他说我等我的母亲啊，去找吃的东西给我。他说你的母亲到哪里去找啊？到进城去了。到城里面去找了，他说去多久了？那多久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城门边等啊，这个王舍城的城墙啊，倒下来坏掉了，再修，修了又倒，这样子经过7次了，我在这里等啊，我的母亲还没出来，那你想想这个城门，你不要说是多久吧，100年好了，100年7次就是700年了。他等他的母亲给他找东西吃，等了700年还没等到，这是假定的时间，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啊。那么他等那么久都没有东西吃，你看多饿啊，有多痛苦啊。所以这个恶鬼的苦恼那真是可怕的啊。所以求受饮食的那一种声音听起来使人很难过。诸阿修罗等，阿修罗就是6道3善道之一啦，天人阿修罗啊。那么这是飞天，他有天福而没有天威，居在大海边，阿修罗住在大海之边，自供言语时出于大音声，阿修罗他们也说话了，说话出的声音很大了，很响亮，那么这个耳根清净的人都能听到这个阿修罗讲话，如是说法者，安住于此间，遥闻是众生而不坏耳根。如是指上面种种声音，说法者，说法就是指这个五种法师的随便举一种，就是前面所说的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五种法师当中，这个说法就是解说，讲经说法给人听的，就是五种法师之一。那么前面包含受持、读诵，后边包含书写。那么由这个五种法师修行，经过五品得到六根清净的人，安住于这个世间上，遥远的闻到各种的声音，遥闻是众生，是指前面列出来的各种声音，纵然听到了，对于耳根不会有所损坏，说而不坏耳根，
十方世界中禽兽冥相符其说法之人依次其文字，不但是这个世界的声音能听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世界当中的禽兽畜生道众生鸣有叫啊，比如说鸟叫啦、兽类叫啊，这个声音啊，彼此互相啊呼应的那种声音，他都能听到啊。说法之人就是五种法师之一啊，那么里面也包含受持读诵跟这个书写。那么依法修五种法师的这修行的人，在这个地方都能闻到十方世界各种声音。其诸梵天上光音即遍尽，乃至有顶天源于知音声，法师住于此细节的文字，这是听到天上的声音，而且能听到色界天的声音。梵天就大梵天王啊，色界初禅天、梵众天、梵普夫天、大梵天，这个初禅三天所有的声音。光音是二禅天，二禅有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的二禅第三天，二禅的第三天啊。即遍尽，遍尽是三禅天，三禅的第三天。三禅叫做少尽天、无量尽天、遍尽天，这是三禅的天名啊。光阴即遍尽。梵天是诸禅，光阴天是二禅，遍尽是三禅，乃至有顶天，有顶是色界最顶天摩西首罗天，四禅三天，再往上有这个无想天，外道所生的无想天，再往上有五净居天，三国圣人所住的，那么一直到这个摩西首罗天叫做有顶，就色界最顶的那一层天，那么色界天以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到，所以说源于知音声，这些天人所出的声音啊，法师住于此细节等文字，这五种法师住在这个世间上，那么天上的声音他都能听到，这就是天儿啊。一切比丘众及诸比丘尼若读诵经典，若为他人说，法师注意此细节的文字，这是说佛的弟子出家中的比丘众、比丘尼众，无论是他是读经啊这个研究教理呀或者是讲给人听啊，若为他人说就讲说那么这些声音法师住在这个地方，就是五种法师啊，他都能够听到，就是得到耳根清净啊，都能闻到这些声音。佛有诸菩萨读诵于经法，若为他人说，显即解其意。于是诸音声细节的文字。大乘菩萨道正在用功修行的菩萨，自行发达的菩萨，无论他是读经、诵经啊，那么在佛所说的法当中啊，或者是讲说给人听。若为他人说，显即解其意，就是写著作。例如说，菩萨造论解释经典啊，显即解意啊。那么这些声音啊，甚至他在写的表现，本来没有声音，他都能够了知，那这是天耳里面呢有天眼之用。天耳有天眼用，有见的用啊，所以才能见到他写作的这个表现，通通都能闻到。那么这里不但是天耳，也包含天眼了啊，是耳中有眼用啊。诸佛大圣尊教化众生者，于诸大会中言说微妙法，持此法华者细节的文字，这是闻到佛说法的声音。佛为大圣啊，世诸世间最为尊贵，那么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在大会说法啊，说微妙的法音，那么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都能听到，持此法华者就是五种法师啊，他都能听到这些声音。三千大千界内外诸音声，下至阿鼻于，上至有顶天，皆闻其音声而不坏耳根，
总而言之，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内外一切声音，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油顶的色界天最高的天，所有的声音啊、上下内外一切声音通通都能闻到啊、那么闻到又不会伤害到耳根啊、所以皆不坏耳根。为什么能够听到呢？其耳聪力功，他的耳根最聪明最力根，因为他得到耳根清净，所以能够闻五种的这个十法界声音都能听到，所以性能分别知，不是听到而已，又能知道它的内容啊，又不执着。持是法华者，虽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亦如是。受持法华经的五种法师啊、经过五品的功夫之后，得到六根清净，虽然还没有得到天耳，就是由这个父母所生的耳根呢、就能具备上面所说的种种功能得用，是功德已如是。如是指上文前面所说的一切功德，那么这个得到六根清净的人，他的耳根都能听到，这是耳根清净。下面第三，鼻根清净。六根当中鼻根的文字最多，说得最详细。为什么鼻根的文字说得最多最详细呢？因为我们人啊，六根当中啊，用途最劣最差的就是鼻根。各位想想看，我们这个身体眼睛能看各种物品啊，要看东西样样能看到，所以眼的功用很大。耳朵能听众声，所以这个耳的功用也很大。身体它能造作一切，也还相当大的功用，异地当然不用说了。那么就是鼻子跟舌头这两种的功用最小，可是舌头它要吃东西滋味，一方面它还能说法，那么功用比鼻子要大。那么这个鼻子有什么功用啊？只有一种，呼吸喘气。这鼻子的功用最少只有呼吸而已，其他没有功用啊、所以它的功用最劣最差。那么这里说的最详细，就显示它的功用啊跟其他的五根是平等的啊、得到六根清净的人，他的鼻子功用具备其他五根的功用，所以说的特别详细。鼻子的功用虽然最简单最少最劣，可是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没有鼻子行吗？没有呼吸他还能够生活吗？啊，从出世之后就是靠着这个鼻子呼吸，等到这个呼吸停了，也就呜呼哀哉了，要上香了，啊！所以可见这个鼻子啊，它的用途是最劣最差，只有一种的用途而已。可是它的功能啊是很大的，啊！其他五根的作用啊都靠鼻子，没有鼻子，假如一个人鼻子都不起作用了，其他它还能够作用吗？如果鼻子没有风了，没有呼吸呢，眼睛还能看吗？耳根还能听吗？那么其他的都不起功用，所以这个鼻子看起来啊是最劣最差，功用最少，可是它对这个身体的支持啊，这个相续的功用啊都发得最大啊。那么因此这个对鼻子的功用啊啊说得最详细了。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鼻子的功德。扶持常精进，还是对常精进菩萨说，还有话要说，所以叫做扶持了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四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五种法师不用讲说了啊。成就八百比功的，这个八百功德前面讲过了，下面就是分别这个比的功德的这个功用。于是清净比根，得到鼻根清净的人啊，就是六根清净了。这个鼻根的圣用，下面加以分别：闻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诸相。先说鼻子本身的功用，它能闻到三千大千世界种种啊，这个香味。
那么什么香呢？下面列出部分香来。须曼那花香，花就是花啊，就是花。须曼那是花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叫做善春意，善春意啊、很好的花。他人任何人闻到这个花的香啊，他觉得心里很开朗，很欢喜，所以这个须叫做须曼那。蟹蹄花香，蟹蹄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金钱，金钱金子呢啊，叫做金钱花，也是很香的。茉莉花香，大家都知道了，茉莉花啊、占卜花香，占卜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花，黄色的啊、小小的黄花，可是很香啊、菠萝罗花香，菠萝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熏花，熏香熏熏衣服的那个熏熏花，它这个花可以拿来做熏香用的，所以叫做熏花。菠萝罗赤莲花香，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这都可以知道的，就是莲花的颜色不同，吃的就是红的啊、青的白的。花寿香，葛寿香，花寿就是花寿啊、就是寿上开的花，专开花的寿，例如这个寿牡丹之类啊、桂花之类，它都是寿上开花的啊、是专开花的，不结果的。果寿香，结果的，会有结果的，例如寿果、桃子、梨子之类啊、可是它的花也有香，尤其像这个杏花啊、还有这个有许多果寿的花呀，都有香味的。旃檀香、沉水香啊、这都是这个世间的香的香木出的这个香。说到这里，我以前曾讲过的故事啊，这里再提出来再讲。我从前不是说过，有一个老太太平常读诵《法华经》，有过侍候她的女孩子，啊、听到她读诵《法华经》，就是听到这个地方，听到这个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葛寿香，她端茶进去，她念经的地方啊，她只听到这四句，啊、这是宋朝人，宋朝，赵宋。宋朝弘化地方啊，有一个赵母，姓赵的啊，赵母啊。那么这个姓赵人的母亲啊，年纪大了啊，他平常都是在佛前呢、啊，家里有个佛堂，平常都是读诵《法华经》。他是家庭环境很好的，有伺候他的女孩子。那么他正在读诵《法华经》，就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的侍女啊，就送茶给他，送进去给他用了。那么送茶进到佛堂，正好听到这个老太太啊，赵老太太在哪念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果寿香，她只记得这四句，其他的记不得，只记得这四句。这个侍女她心里这样想，她一天到晚跪在佛前念法华经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功德，那我只记得这四句，我就念这四句吧。那么他一空下来没事啊，一天到晚就在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葛寿香，一天到晚都在念啊。那么后来过了几年呢，这个侍女生病突然死掉了，死掉以后啊，土葬埋在地下呀，过了七天之后啊，这个他这个埋他的地方的上端呢、啊，长出一颗青莲花，青色的莲花，陆地莲花，这是很奇妙的啊！这个莲花长出来只开一朵莲花，很香很香啊！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就把它挖开来看看，看这个莲花从哪里出来啊？一直挖，一直挖，挖到这个棺木啊！那么原来这个莲花就从这个侍女的嘴巴里长出来，从她的这个死尸的嘴巴里长出来的一颗莲花。他一生只是念这个青莲花香、百莲花香啊、法寿香、葛寿香，就得到这么一个啊，死掉之后有这么一个很奇异的瑞相的表现，可见这个女孩子啊，她以后的生处必定是很好的。虽然是没有人知道，凭这一点就很不容易。那么普通一般人哪有这种的表现呢？所以他死掉之后，在棺木里面从嘴巴会长出这个青莲花来啊，是很特殊的。这记载在这个《法华经·慈艳记》
《法华经实验句》里面有的。这就是念到这里，他听到了，经常念，得到这殊胜功用，所以《法华经》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也不是能够表达开示无漏佛智之见，这也不能表达诸法实相之一啊。那么只说是这个花香它就有这么大的功用。不过您能够深入去观察的话，这个莲花就是《法华经》的题目，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的题目的比喻。那么这莲花是花果同时，就是比法华经开权显实，开机显本。这纵然是只是青莲花香、白莲花香，那么里面也就可以包含《法华经》的诸法实相，开示无漏佛智之见的道理，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呢。所以他持念呢，有这么大的功德。旃檀沉水不用说，旃檀就是檀香木啊，牛头旃檀啊，沉水就是沉水香，就是这个普通一般木头放到水里啊都不会沉下去，浮在上面。只有这个沉水的香木啊，你放在水上啊，它必定会沉下去，所以叫做沉水香。假如你买沉香的时候，你要测验它是不是真的，你用一碗水测验就可以知道。你把那个沉香片放在这个水上，它能够沉下去的就是真的，假如放在水上它浮起来的那是假的，这是就是可以实验。只有这个沉香木啊放到水里啊，它自己可以啊会沉下去，所以叫做沉香，沉到水里面去，所以叫做沉水香。多摩罗跋香，多摩罗跋也是印度话，这个翻成中国话叫做性无垢，清净的意思呢。这种香很清净而无垢然，所以叫做性无垢香。多切罗香，多切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木啊，多切罗就是木香，多切罗香就是木香啊。几千万种火香啊，很多种香啊，把它混合起来制成香的，叫做千万种火香。种种香就活活起来的。那么这些火香怎么做呢？研成粉末、肉末，研成粉末，就是香末。肉丸做成丸，就是这个香丸也是用火去烧，它会出香味的。肉涂香，涂香是香膏，做成香膏可以涂在这个佛殿上，或者是佛前。表示供养，持是经者于此间住啊，心能分别。受持法华经的人住在这个地方，都能分别这些香味。又服别之众生之香，也能分别众生的身香，就是象香、马香、牛羊等香。这些动物哪里有香味啊？这个香啊，你只把它看作气味好了。不一定是香味了，臭味也会包含在里面了因为这个味道不是香的就是臭的不过这里说香啊，有它特殊的意思的。我们平常闻到那些动物啊出的香都是臭的，出的味道是臭的，不会香的。但是它比根清净的人呢，他闻到的就是臭味也变成香的，臭的也变成香的，所以说成香象香、马香、牛羊等香，本来牛羊没有香味，可是在它的清净鼻根呢、也能闻到香味。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这个意思跟前面一样的不过人参有的时候也会有香味的即草木丛林香，植物类的香味，草啊、木头啊、丛林啊，所有的香味都能闻到。若近若远，所有诸香细节的闻，无论是近的香远的香通通都能闻到，闻到而且分别不错，分别不错，什么香它都能够分别得出，种种香味它闻到的它都能够分别得出来。此是今者虽住于此啊，一闻天上诸天之香，他受持法华经的人虽然在这个人间上，可是也能闻到天上的种种香。天上什么香啊？波利智多罗，波利智多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缘生兽。
这是桃李天地是天王的花园里面的一种兽他们会出很香的味道玻璃之多罗是地势天王的原生兽，巨臂陀螺，巨臂陀螺翻成中国话叫做大游戏兽，大游戏兽就是天人游戏的公园里面出的香味，那个兽魔出的香味叫做巨臂陀螺兽这是兽魔出的香味，是天上的兽魔啊出的香味，即曼陀罗花香，摩诃曼陀罗花香，曼殊沙花香，摩诃曼殊沙花香。曼陀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十意，十和人的心意曼殊沙翻成中国话叫做柔软，柔软花摩诃是大曼陀罗是普通的，摩诃曼陀罗是大的这个十意花。曼殊沙是普通的柔软花，摩诃曼殊沙是大柔软花。这些香味都能闻到，旃檀、沉水、种种木香、诸杂花香，那么种种的香，如是等天香，这是说天上这些香味，活火所出之香，天上种种活火香，无不闻之，闻了通通都能知道。又闻诸天生香，天人的身份当然有香的了诸天所出的身上的香都能闻到。世提凡言在圣天上，五欲欲落游戏时香，天上的天人游戏的香。世提凡言就是桃李天的地势天王了，地势天王在圣殿上，圣是俗身，他的宝殿上在哪里受五欲落游戏的那个时候，所有散发出来的香味都能闻到。若在妙法堂上为桃李诸天说法施香，地势天王也说法的他是菩萨继位，所以他经常说般若那么他在桃李天呢有一个善法堂，妙法堂就是善法堂，他这个说法的讲堂了。他这个在妙法堂的讲堂上说法的时候，也会有种种的香那么这个香味也能闻到。若以诸缘游戏时香，或者是各种的缘缘愿里游戏的那种香味即以天的男女生香，天上的天男天女所出的各种生香细节遥闻，遥是远的，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这个香。柔是辗转乃至梵世，上至油顶，一直到色界天，到油顶天，所有的天诸天生香，异界闻之，这些天香都能闻到，并闻诸天所烧之香，天上的天人所有的烧香照样闻到上面都是天香，再往下是说的这个四圣圣人的香，即声闻香鼻子佛香、菩萨香、诸佛身香，一皆遥闻四圣圣者之香。出世间圣人借香熏修，功德庄严，当然是有香了，这个不用说的所以四圣圣者的香味虽然很遥远的地方，他照样能够闻到，这就显示他的这个鼻根呢是五种圣用都具备，知其所在，而且闻到这个香知道它在哪里，这有他心的功用了，鼻子就有他心的功用知道这个声闻啦、鼻子佛呀、菩萨佛他现在在哪里，他闻香就知道。虽闻此香，然以鼻根不坏不错，纵然闻到这些香味他能分辨，但是对于鼻根呢不会损坏，而且闻的味道他分辨出来也不会错误若欲分别为他人说，意念不谬如果他又分别出来我闻到什么样的香那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子出来的，他都能够分别说得清楚，讲给人听，那么他心里的意念记得的都不会有错谬，谬是错误了，不谬就是没有错误，他能够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常闻
笔根清净的长文的意义啊，这个文字最多。实际上里面呢，虽然说是笔根闻香的圣用，里面就包含了身啊，这个六根的圣用都包含在里面的啊。例如说能分别，这是一根的圣用啊，它能够感触到这个五种种的这个意境的表现啊，它就有生根的作用啊。那么它能够知道它的说法的法音，那么这里也包含有十根的圣用啊。能够知道它的什么样的物品出的什么声音，这都包含眼根、鼻根的耳根的圣用在里面。所以鼻根包含其他五根的圣用，所以对于鼻根说的最详细。那么这是长文，还没有那么细。后边的这个句诵啊，句诵说的更详细了啊。那么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句诵啊就留下一节课再讲了啊。得抱怨。在泰国有一座美丽的小岛，岛上的居民大多以捕鱼和贩卖旅游纪念品为生。巴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渔夫。嘿，巴育，今天收获怎么样啊？
还不错，抓到不少鱼呢。你呀，别看八宇年纪轻，他捕鱼的技术是一点都不比我们差呢。是啊，八玉这小子的确厉害。有一次，八玉捕鱼归来时，看见了几个孩子正在沙滩上围着一只大海龟，而那只海龟腹部朝上，无法转过身来，只能无奈地任凭那几个孩子玩耍。太好玩了，你们快看它，简直就像个陀螺一样。是啊，这一次他是逃不掉的了。那些孩子在做什么呀？哎呀，这只海龟还真大只啊。是呀，我们刚才在海边抓的，它想逃跑，就被我们几个把它翻了过来，这下子可跑不了了吧。八玉无意中看到了那只海龟的双眼，它那含着泪水的眼睛正望着自己，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与求助。小朋友，我拿钱跟你们换这只海龟吧，你们拿钱去买糖果吃怎么样？你是说真的吗？当然，你看这些钱够你们买糖果了吧？够了够了，反正这只海龟我们也玩够了，它现在是你的了。那我们快走吧，去买糖果来吃。好了，别怕了，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这只海龟被翻过来后，八玉惊讶地发现，它的背甲上有着美丽而又色彩斑斓的花纹，但一般海龟的背甲花纹整体都是一样的，它的却是分成了若干块。好特别的海龟啊，它的背甲可真漂亮。然而，这只海龟获救后并没有回到大海里，他一直跟在八玉的后面爬。诶，你怎么一直跟着我呀？难道你不想回大海吗？莫非你想跟我一起回家？那好吧，既然你愿意跟着我，那我们一起回家吧。玉的细心照顾下，海龟长得越来越好。后来八玉才知道，原来这只海龟竟然是价格不菲的玳瑁。好大的一只玳瑁。你刚刚说什么？年轻人，这只玳瑁是你的吗？是啊，你说它是什么呢？玳瑁。对呀，这是一只玳瑁，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玳瑁。你看它的背甲多么漂亮啊，年轻人，你愿意把它卖给我吗？卖掉它？不行，它就像我的家人朋友一样，我怎么能卖掉它呀？年轻人，我愿意高价跟你买，卖了它你可以拿到很多钱的。你别白费口舌了，我是不会卖掉它的。我们走吧，该回家吃饭了。哎，这么大只的玳瑁真是罕见啊，不行，我一定要买下它。别再跟着我了，就跟你说，我是不会卖掉它的。年轻人，你现在不卖也没关系，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什么时候缺钱想卖它的话，就打电话给我吧。啊，工艺品店。八玉从来没有想要卖掉这只玳瑁的打算，但是半年后他却有些犹豫了，因为他的女朋友要求他买一间房子。八玉，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买栋房子作为我们的新房吗？现在的房价实在太贵了，我赚的钱根本不够买房子。亲爱的，我看我们还是先住在现在的这间房子吧。你说什么？八玉，你过去对我说的话原来都是骗我的呀。啊，我没有骗你啊，我原本真的有打算要买栋新房子的。是吗？
那你就买呀，你什么时候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结婚。哼！啊，新房子，我哪来的钱可以买房子啊？这只玳瑁又大又漂亮，我愿意高价跟你买。如果你什么时候缺钱想卖它的话，就打电话给我。最终，巴玉还是打电话给了那位工艺品店的老板。喂，老板，我是巴玉，我愿意卖那只玳瑁了。工艺品店的老板得知巴玉愿意出售玳瑁后非常高兴，他立刻开车来到了巴玉的家里。你会把我的海龟杀掉吗？杀掉？哎，怎么可能呢？活着的玳瑁背甲现场加工成工艺品是价格最昂贵的，一来很稀少，二来代表着买到工艺品的人会像龟一样健康长寿，所以我们会把它饲养起来的。嗯，不会杀死它的话就好。巴玉看着海龟，心里有些不舍，但是金钱的诱惑最终获得了胜利。他卖掉了海龟，并安慰自己说，反正海龟不会失去性命，说不定它会过得更好。后来巴玉在工艺品店再一次看到了那只海龟。现场制作玳瑁工艺品哦，大家可别错过了。接着，工艺品制作师用刀顺着海龟背甲的缝隙，慢慢地伸进去，划开一个口。等到那片要取的背甲松动后，就用钳子硬生生地把背甲拔起来。海龟痛苦地把头脚缩进背甲中，它的眼睛充满泪水。巴玉被这一切吓呆了，他看着海龟无助的眼神，冲动地想过去把它带走，可是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想到了对女友的承诺，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从那以后，巴玉便再也没有见到那只海龟。直到半年后的某一天，八月，听说过几天你就要结婚了。对呀，还有十几天呢。那你怎么还出海捕鱼啊？结婚的事都准备好了吗？没办法，结婚要花不少钱，我要多抓些鱼卖钱才行啊。你都买了那么大间的房子了，还说什么没钱呢？就是嘛，八月啊，这几天天气不是很好，我看你就别出海了。没关系的，我去去就回来。然而巴玉出海没多久，可怕的飓风和海啸汹涌地吞噬了岛边的一切，而巴玉也被滔天大浪卷入了海里。救命啊，救命啊，好难受，完了，这次铁定没命了。昏昏沉沉中，巴玉隐约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拖着自己往沙滩边的方向奋力地拉去。他睁眼一看，看到了自己曾经饲养的海龟，他那美丽的背上只剩下颈部后面三片大大的背甲，其余的地方满是伤痕。海龟是趁海啸冲毁了商店的水池后跑出来的。是你，谢谢你，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愿意救我。这只玳瑁海龟的故事温暖了整个被海啸肆虐的岛屿，它用自己的行动给成千上万的人类上了一课。